说到林志玲的好人缘，几乎啊是获得了整个娱乐圈艺人们的肯定啊。而她的好人品呢，我们则是有目共睹的。工作之外啊，她常常呢为公益事业来站台啊、就算是出席活动呢，也是卖力吆喝，提倡环保，多多支持。热衷公益的林志玲，一年365天，无论多忙，都会抽出时间拍摄公益年历，义卖所得全数捐助给慈善机构。会捐的，一本全部捐，全部捐掉的，每年都会坚持。捐给小学生，让他们可以上学。林志玲除了是慈善达人，更是一位环保能手。说起平日生活中各种节能环保的小妙招，她的独门秘籍那可是一套一套的。除湿机有没有？除湿机的废水，然后你也可以做很多再利用，对，生活中点点滴滴都可以。废水要怎样再利用？它有许多的方式。那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共同讨论的。前一秒林志玲还在义正言辞地宣传环保理念，下一秒突然自己打脸，这剧情转折得有点快哦。这一点我绝对是一个非常节约能源的人，以身作则。除了我非常爱洗澡这件事以外，看你这么诚实，饶过你了。而这次志玲姐姐能有时间出来参加活动，基本是趁着拍戏的空隙出来放松。要知道志玲姐姐目前已经确认参演喜剧电影《西游记女儿国》，而结束上一部电影《痴痴的爱》才没多久。痴痴的爱杀青的时候吗？我觉得应该舍不得我的是小 S 同学，对，他比较舍不得我，就没有人可以被他念这样。没有啦，我们互相相亲相爱，你们都看得出来。娱乐新天地上海采访报道。